我是小林。大家好，我是月儿。哎，月儿，你之前有看过我和 Summer 一起玩的那个湿水挑战帽吗？我当然有看过啊，所有的视频我都看完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背景还是记忆中的那块蓝色窗帘布。你们还记得那块窗帘吗？对对对，现在我们换了背景了，对，大明湖畔的那个窗帘。然后呢，魏魏呢也挑战了这个湿水挑战帽，而且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哦。哇，就是那个特别可爱的魏魏。对对对，哇，我的好朋友魏魏，好期待啊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吧。嗯， Go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林玩具。哇，妈妈好好。对，今天咱们要玩什么呀？哒哒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湿脑袋。对了，不知道你拔到哪一个的时候它就会出水了，所以这样很可怕。你再在头上时不、有可能出也有可能不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我们来打开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哦，因为妈妈是中国人，所以妈妈就是中文很好。对，爸爸就可能会只会说你好，大家好。外国人的口音。嘿，进去了吗？嗨，现在我们两个帽子都已经组装好了，那么由我们的小队长要往里面放饮料，他不会告诉我们放什么颜色的饮料的，给我放一个不要太难看的，好不好？给我水。放水。我也想要水，不要红色啊什么的。哇，哎，他们这个除了放水还会放别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听说他们有放各种各样的饮料。妈妈的太难看的，爸爸的是真的。哦，温暖啊，爸爸好可怜。先喝了再说，先吃为上。这是爸爸的，这是爸爸的。爸爸的。妈妈，你再来一下。这是我的啊，好，谢谢。是好喝的吗？请坐。那我是不是就要喝一下？沾点石头剪子布，然后你来拔，好来。石头剪子布。啊，爸爸赢了！完了，我要开始转了啊，薇薇。开始了，妈妈输了，妈妈先转。薇薇来拔哈。一个拔一个，你拔吧，拔一个啊。薇薇的拔。薇薇拔，拔一个。我是队长。啊，好的。不是吧，地下的众生。妈妈是可乐。为什么我第一个就会碰到？真的是亲儿子呀！亲生无误。想喝可乐？可乐吗？知道啦。小妈妈给他装可乐，因为他想喝哦。但是妈妈好像装的是果汁。对，我们上次只装了水，我们下次再玩这个，我们也装果汁，然后装各种各样的、那个。哇，这那你就赶紧茄汁。感觉像流血了一样。我觉得他们这次玩好大哦，要回去洗澡。对，你弄。这是什么？一个。是在这里。这里。抓到一个。我来拔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然后是。哇！他们就一拔一个准，不是吧？好喝吧？好喝。好喝吗？我也来喝一个。上次魏魏输了，那这次我让魏魏先拔我的吧，你来拔我的吧。就拔一个啊，又拔一个妈妈的。哦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哦，这次安全。对，好的，放这里。我两个。哦，换顺序啊。啊，你来转吧。啊 ，OK， one。one， 来，再拔我的吧，拔一个，一个，小心啊。哇，又没事儿，好了。Okay. 因为它好像是有六根吧？哎，不对，八根。啊，拔一个之后再转一次，请坐。我要拔了啊，一二三，谁知道？没事儿。没事，好了，好啊，我可以再转。好，我是我。拔掉一个再转一次，所以我可以再转一次啊。Turn again。哇，拔两个。哇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拔你。我拔你。这
么拔你。拔一个。哦，安全安全，这一次还玩的比较久，拔两个这次。开始。该你了。那就是我的，还是我的。一个，拿一个，来。我生气了。生气了。啊，又没事儿。好，好，该你了。两个。一。啊！哇！没事吧？已经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等一等。喝不到，喝不到。啊，放点好喝的饮料啊。拜托拜托，一个，啊，赚一个，再弄一次，不要。OK， 给我，好了，给我。啊！呀，你是不是知道哪一个是？我也想尝。原来是可乐。我也想尝。那你尝吧，在我脸上。好，这真的是亲妈吗？来，你喝吧，喝我脸上的。三剪子，剪子布。OK， 我有一了。一二三。爸爸的，哎，爸爸到现在一次都没有。对，一次都没有中。你看薇薇的那个。薇薇加油，薇薇加油，薇薇加油。好，又没事。啊，爸爸又没事，又是一个，一个。OK。哦，朋友。哦，我的天！尝一下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猜一下是什么？哇 ！I'm the master of the wet hand。好开心哦，想到爸爸了，不敢装这两个果汁了，来，哎呦，我去对着，那该你，我要弄好多次对着，啊，我要弄100次对着，你看他的头发，爸爸，哈哈 ，Miss Julie， 好喝呀，啊，我还想喝。一个，哎，一个，好了好了，一个 ，OK， 我要打，打一个，一个，又来了，一个，翻他的一个，哇！牛奶，牛奶，爸爸是牛奶。好喝吗 ？Nice cold, love。这也是一共是放了这么多的饮料，有的呢是被我们拔出来喝到嘴巴里的，有了有一些呢还没有，所以，啊，你怎么开始喝了？这是什么？巧克力牛奶，好喝吗？你看，好喝。啊，我要喝这个，我要尝这个，我要喝舒太君。真的，一家人都是只说着介绍到一半，然后薇薇先喝了一口，妈妈说，那我也喝一口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来啊 ，OK， 我们一起说啊，来，一二三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了订阅哦，拜拜。咱们快点去公园吧。你这个样子怎么去公园啊？哇，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！哎，我觉得他们玩很大哎。我们之前湿水挑战帽就只是有放水而已。对，他们放什么番茄汁，放什么牛奶？不是你，不是脑洞大开要放墨水吗？哦，下次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大家看它有趣吗？喜欢我们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哦。扫描下方二维码，还会有更多林可家族的日常等着你们。那下期节目再见吧，阿秀，阿秀，拜拜。